好，炮打掉了。阿英左边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等等等等，不要推我去烧。看，这龙啊，这龙太夸张了。应该死掉了。他也换到大学很快了，也太快了吧！跑出去。他跑出去了。我可不是针对你哦。没关系，你最后复活了。我看到了。刚刚那个一死，害我的火没了。刚刚那场半仗，你可以当成是你烧死。我刚刚一直按 R 在 reload 我的招。我差点要按 F 回去。神吗？对，十三十三。第八楼上，那你有没有办法打他？他跑进去，我可以打他，然后他快爆甲了，所以他跑了。打掉这个吧，感觉是我。哎，右键呐，怎么右键？真是新手哎。等一下，我小伙子有点卡。如果有死神，你看你要不要考虑，不要打他，或是换一下。现在你基本不要管我，我后面有补包，我看起来我可以及时补包。嗯，可是你比较好飞啊。现在没有，我刚才站的位置你比较好飞啊。对，可以。那个我们后那个后面要小心哦，刚刚我看到两个人走过去。传送门被拆了，后面有人。那个有右键狗，不知道刚才去哪。哎，对。哎，你们跑出去干嘛？我跑出来的，我没有跑出去。石头，你的队友需要你。我看到墨鱼在打他，你怎么出去了？看到墨鱼就出去了。我以为他还在外面。传送器运作正常。能快速移动了。那个补血的是谁？啊！啊，那个倒了。哦，是。刚好爆甲，不知道。谢谢。我从头到尾只会右键欸，很爱卡莉。有一个 D 在后面。我可
可能需要想一下。我真的要出门买一下饭。好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先五排。我的画面一直都是红的。感谢你，这只星星，不是抓狂了，这个莫伊拉好可怜啊！先排啊，我先存一下那个。好，那你先存，我先去吃个饭饭啊，不是买个饭，吃个饭饭。对，买饭回来吃。我刚是要存哪个？小美的。小美的。储存。精彩回顾要叫什么？石头。嗯。先给你，我换个灯号。啊。欸，可是我网络在开，我是先给你们。没有，他先给你换账号而已。啊，好。我看到，我最后离开前好像看到了什么。啊？不是啊，我 OW 在那个啦，我先打好了。打什么？都真的、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建议是爆。对啊，你说你欧搭在那个啊，你说你先打斗争。哈？我说你们先打斗争啊。哦。先说，我小站没有教主好友，我好友快爆了哎、欸！紫色有啊，先给紫色，对啊，乖。我怎么看你加入？哦，不是，来补位的，对，因为石头好像他说先不玩。一直打这个吗？哦，我们没有满四五排啊，少两个啊，没有少一个，那少两个来一个啊。走两个来一个，对啊，石头的网路只可以看台，不可以玩游戏。后年好啦，去尿尿。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就搜寻。哇，刚说完了，中间太配合了吧？好险是攻击方，有30秒可以来回。攻击方可以啦，三十秒，然后再30秒。
怎么铃铛声？哎、欸，艾琳不是艾琳啊 ，Tina 怎么会有银牌？不关我的事了，我已经换小站了。没事啊，银牌是辅助的、啊。嗯，西格玛，我要乱玩炸弹鼠，跳跳。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我是僵尸，吓到我了。我想前面是走壁垒的，怎么血喷那么快？三百滴直接喷掉了。有没有理后面的原始、啊？我在前面，我不在后面。我想念三秒的。死那么快了，又有炸弹鼠，很好。那原始在我们家跳来跳去。小小吊灯，我帮你看。哇！吃吃吃！重新来过吗？重新来，在吊灯为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不是这里的问题。哎呀！小吊灯。嗯，他没意思。哇，你是这样子玩的哦，然后我也要玩辅助了。你说我玩法？对啊。我们要开大招还蛮坦的，所以可以这样玩。只要不要被那个什么安娜丢个地鸟就好。你在吊灯呢、欸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看一下哪一出问题。我恢复了。哎呀！进不去啊！哎，我下炸弹鼠怎么知道我在那？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努力保护。被吸走了，你快死了！臣服。我怀疑我用一罐把教主砸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死的，这个战术锁定。这锁定，锁定干嘛的？怀疑教主是被我砸死的。冷冻衣冠。他等到我的盾没有，他才爆的。
盾好讨厌哦，我补不到。对啊，刚那个盾。你在干嘛？呼吸哦。对。哇，吸引了哎。天哪，这颗球。哎，节操出现了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死掉了。捡到一个大。所有的大刚才去哪了？战斗还没结束呢。胜利。请问我的大刚刚去哪了？你的大去哪了？你该谁啊？去哪？你说说。啊，你的那个强化吗？在我脸上。哦，好的。这里啊，放个符进去，然后开大不是吗？哎，还没有。你差点死掉。我刚回来的，想开，看到我靠太近。那组员要说他们等你了。等我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就像说等你了，我不知道是说那个来撞还是怎样。哎、欸，直接算我、哦，所以现在几个？直接指名大富翁吗？不知道，你要不要去问一下？我去问一下。你去问，你先去问一下。是福气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算我啦？吓死我了！怎么就这样突然算我了？啊、你因为你刚刚不是啊，一副加你加我还有谁？电脑跟谁？电脑不要打电脑，干嘛？你不想跟我玩吗？对，我不想跟你玩。我靠！不是啊，也太突然了啊！没有啊，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是杰克跟雨夜说都可以啊。结果我之后问他们说要自己开啊。嗯。对他不想跟你玩，看他不想跟你玩，我大家都不想跟我玩，我做错什么事的？那大富翁分类又是什么啊？分类又是什么？分类哦，分类他没有分类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你现在是用 FB 吗？对啊 ，FB 对，还是你打看大富翁，说不定会有，怎么可能会有啦？试试看啊，说不定他会有，没有的话怎么办？他不是我就不玩了。哎、欸，没有的话，我跟你去打斗子。我是说，对，那我嘞，你简直是王八蛋。我们抛弃斗，重点是今天原本说要开台，结果你就是在那边吃牛排。欸、我有八点前回来呀、啊。啊，没有讨论到啊，啊，想说就是你们各开各的啊，啊，怎么突然就算我一个，害我打得很开心。没有，我问泱泱说看能不能问到啊，有问到就开啊，没问到我们就开模组啊。没有大富翁分类啦。那他有其他游戏？麦块吧。那你分麦块啊，没差，反正都是一样的观众。哎、欸，我也看得很开心，哇，那个猪猪怎么会这么会勾啊？哇，好猛啊！那也才第一场而已，你神经病哦。你是玩那个无重力对不对？对啊。我没玩过无重力的感觉，因为每天都有那个不一样的啊。昨天的话是 CD 减到剩三分之一。哦，你们都玩游乐场就对了。就昨天啊。先要打一不就。我开房吗？还是你开房？好啊，密码给观众知道会怎样吗？大不会怎样吧。翁零十九。你在阿托贝还是孙小美啊？零十九。那设我的生日好了。你在阿头北还是孙小美啊？阿头北啊，啊，就你爱吃爱吃，哦，公山、啊，吃牛排不急哦，怎么好？结果牛排没开啊？啊，你也没有找你回来？因为我朋友就去买那个鸡脚，哎、欸，怎么解散了？等等，我怕会有人进来，我设另外一个密码，等我一下。我大风有没有移除啊？我记得我上次是移除掉的啊。干嘛安装很快啊？好了啦，我先给你密码，这样子。你要先黑画面一下。大风十
个很大声。我知道啊，我会怕。我也会怕，可是导游说他怕观众会耳朵痛。你自己应该也会。到底为什么？对啊，你的为什么没有？我到底是跳过哪里才没声音呢、啊？他进游戏前都会叫一声，很大声呢、欸。他们对啊、欸，可是他这样说，他从来没听过、欸。那我都没听到过哎、欸。这个针对的话，下一场不能双三一场的东西哦、喔。什么意思？不能记仇、喔。啊，好。还有记仇问题的是吧？哎、欸，你要哪个角色？我先帮你留起来。有啊，我会记仇啊。我们不要用它好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会记仇的人通常都会纪念那种纪念日，好吗？啊，纪念日，你那个人会记仇，哎嘿，表示他会去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。可是，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你们是什么阿托北伺服器还是孙小美伺服器？阿托北啊，上面那个。哦，啊，你们是哪一个啊 ？Pico Young。对对对对。Pico Young。你进来了吗？我要看密码。进来我就可以开画面了。哦，要遮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啊，没关系，你进来就不用遮了，因为你是刚好坐一个位置。来啊。哦，好。九四八七。其实你也不用遮了。九四八七。有人进来啦。是九四八七九四一。他有新角色。新角色。对啊，没看过的。还有这只啊，那个公主，忘记了。莎拉公主有啊，莎拉公主是旧的啊。他之前，哎、欸，对你这只好像从来没看过吼。对啊，这只才是没看过的 啊这只可以换那个吗？换造型？可以吧，好像可以。造型现在很火。哎、欸，我要偷选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是每个人都有啊。你当我要选这个。孙小。开始喽。哎、欸，白痴，你密码就写在左下角，遮屁遮啊！啊，不是啊，刚刚你还没进来的时候就有空位没？不是。对啊，密码是在左下角，笑死了。那是什么啊？什么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先弄。你好凶哦，都不是本公子的对手。角色是那个将，费洛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后退。要怎么他？哦，这边好。我开始已经开始慌了。无敌忍者穿上。为什么让我想要半张？你们玩过大富翁四吗？很久了耶，很久了，超久，超级，大概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吧。来，兔兔的生日。哎、欸，孙小美这造型太可爱了吧？可爱啊。对啊，这个一般人有吧？为什么没有、啊？这是花钱的吗？有啊。啊，有吗？土地最少。哎、欸，大家获得钱了、欸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，你们有买地哦？我们有买地呀、啊。好开心！他放炸弹耶，好快哦！一开始他好浪费哦，不会浪费啊，不会浪费啊，被狗咬很惨耶！他要去买大地哦。哇，哎、欸，这电脑很会耶！你们没玩过单机模式哦，电脑这……哦，不是，这是最尴尬的，常常会这样子。好笑，那我是不是也该来放个路障了？不是啊，电脑这么凶的吗？有啊，你没玩过单机模式，你就不知道啊。电脑超凶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忍者，好可怕哦！哇，我们要开始提防那个电脑哎、欸，怕爆！我那天跟团团他们玩，我完全没买到半块地啊？为什么？真的啊？太夸张，太惨了吧这个？哎、欸，团团是高手哎、欸，真的？怎么玩这么赢？夸张！我每次跟他玩都是他赢，超可怕，真的，他都会原本最小，然后突然间就那个，对，那如果自己踩到是蛮尴尬的，嗯，娃娃变。你角色天赋是什么？我没有看、欸，可以看吗？详情。其实很不知道角色天赋说明角色有了，梦游时间减少两天，恶魔附身时间增加两天，入位时间减少一天。你按那个上面有个说明，哪里啊？然后可以看哦，上面有个说明。哦减少三天哦，我看一下说明哦。好啦，对大家好一点，获得三张卡。是谁？哦耶！耶耶！小鸡鸡没有了。一二三四。哇！
好了吧？搞他啦！搞他啦！该针对了，该针对了，该针对一波啦！我看一下睡觉的改建陷害，哎，不要好了。我来建公园了，你还建公园了？我来盖公园，好可怕啊！注意点啊！怕爆！对啊，入梦游时间减少，入月时间是入月时间减少吗？哎、欸，我这个走，我是会往前走，还是会直接转弯呢？不确定。当然转弯啦，转弯吧。你要去那个干嘛？医院干嘛？干嘛？我想去大地啦！我以为你要跟我说我想踩水神啦。我们不喜欢玩这个、欸，这很麻烦。哎、欸，有新角色，不要。